评比。如果在这次评比当中，这65家满间所得的分数比较高，我们将会对天津工程总监以及天津设计总监进行奖励，最高奖励可以奖励30000元现金。但是如果说在评比过程当中没有拿到奖，或者说总体的评分没有达到最好，那么我们也会对我们天津的工程总监以及设计总监进行处罚，甚至会进行降级。所以说这一次抢到这60户名额的，不单单是抢到了我们的优惠，更是抢到了我们装修质量的高保障。但是呢，今天在这里我有一个要求啊，我要这个要求呢，就是所有抢到我们这60户名额的业主，一定要允许我们至少20户其他的装修业主能够去你家免费参观，因为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天地合的装修质量是如何做到豪华装修，如何做到工厂价豪华装修。我们这一次啊，也邀请我们抢到名额的这60户装修业主，在我们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给我们进行监督，监督两件事情。第一，监督我们的工程质量是否达到标准；第二，监督我们所说的赠送的家具是否是货真价实的。那么如果我们工程质量达到标准，如果我们所赠送的家具是货真价实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60户装修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去宣传，能够介绍身边的一位朋友也选择我们天地合装修。那我这60名这个装修业主在活动之前怎么能够了解到天地合的装修质量呢？其实是这样的，刚刚说了，我们天津呢，连续12个月，被评为我们的装修质量不标兵。那么我们整个在天津市各个区域已经存在有200个样板房工程，也就是说，我们有200家现有的样板房工程就在你的身边，你可以打进电话报名，随时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带你去现场参观。好的，钟总，刚才这个问题呢，您已经给我们解答出来了，就是报名参观我们这个就近的一个样板房，真实的体现出来哈。那么，因为这一次这个半价装修节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豪华的家具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才能体现出这个豪华家具的品质呢？针对这一块呢，我安排我们天津的家具部经理单独的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所展现的是美式家居，精美的做工，精湛雕刻，优雅线条，华丽的颜色，无一不展现出美式家居的怀旧和浪漫。那么这样一套豪华的美式家居也借参加我们天津半价装修节活动，全房家具包含了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饮等等，全房家具将免费赠送给广大的签约业主。相信这样一套豪华的美式家居是对追求高品质生活业主的不二选择。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欧式家具系列，优雅线条、精美的雕刻、高贵典雅的象牙白，无一不展现出欧式家具的庄重之美。那么这样一套豪华的欧式家具会使您的家更加的高贵典雅，更彰显出您高品质的优越生活。特大集训，11月18日，全房简欧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全房简美、中式、法式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三星、美的全房5大品牌电器免费送；11月18日，天津天地合首届半价家装节盛大开幕，您只需花100元购买一张天地至尊卡，您就有机会分享半价家装节的所有优惠，一重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卡签约业主，装修款交1万，立抵6万元，仅限60户。二重大礼，免费赠送由家具工厂提供的简欧、简美、中式、法式等全房豪华家具一套，仅限60套，送完即止。三重大礼，免费获得知名品牌全房5大电器，三星电视免费送，美的冰箱免费送，美的空调、美的洗衣机、美的热水器全部免费送。四重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户型图到店的业主凭户型图与天地至尊卡即可免费领取价值998元。美厨房刀具一套，只要你报名购买天地至尊卡，只要你参加半价家装节，你就有机会抢到60个幸运名额，全房豪华家具和全房5大家电免费搬回家，工程价装修的基础上再省6万元。家装节报名热线02286555666866677888。品牌源于品质，未来成于专注，精益传承，创新
制造而成。全媒体传播助力品牌成长，城市发展见证品牌力量，品牌天津行动计划，精品质迎未来。这期节目我们来介绍一些创意的潮流美食，来丰富您的味蕾。充满新意的欧式私厨美味，从视觉到味觉都相当惊喜。这个提拉米苏的话，是从他们家开店以来我就一直在吃的一款甜品。既有颜值又正宗的火锅鸡，难怪人气会这么高。我刚才这一口吃下去，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那种甜面酱，因为这口鸡肉呢，它的后口是慢慢回上来这种甜鲜的味道。美酒配美食，鲜花水果酿的酒，味道清甜，回味无穷。你看我刚才抽了一个买单的免喝，所以我要赶紧喝。敬请期待由蒂博尔普洱茶针冠名播出的美食大搜索。田野里这一丛丛有着卵圆形叶子的亚灌木型植物，就是被称为中国草的苎麻。苎麻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中国。以苎麻纤维为原料编织成的布料，因夏季穿着凉爽挺阔，称为夏布，也叫麻布，更有中国布的美誉。今天用夏布制作的服装、家纺用品和各色工艺品，兼有古朴的乡土气息和充满时尚设计的元素，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典雅考究而价格不菲的点缀。然而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漫漫历程中，这种以葛、大麻、苎麻等植物纤维为原料，经纯手工编织而成的布料，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中华大地上芸芸众生最普通、最主要的服装面料。可能一提到历史悠久的纺织品，大家就会想到中国的蚕丝。的确，蚕丝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产品，但是呢，它的出现要晚于麻。而且它的这个很多工艺也借鉴了麻的一些工艺而不断成熟。那么棉呢，棉是个舶来品，它在中国的历史比较短，它在宋元时期才在中原大地上大量的普及起来。所以应该说夏布是中国老百姓最早普遍使用的一种日用纺织品。位于重庆西部川东丘陵地带的重庆市荣昌区，是中国著名的夏布之乡。2008年，荣昌夏布制造技艺作为中国手工麻纺织技艺的杰出代表，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诗经中有东门之地可以沤住，说明在先秦时期我国已有经自然发酵加工麻纤维的技艺。史记中也有越王勾践为学会稽之耻，神子耕作，夫人自知，和越女织葛麻布贡献吴王的描写。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答诗云：“豫东足大布，粗膝以应阳。”意思是说，冬天有粗麻布以御寒，夏天有较细的麻布衣遮蔽太阳，就很满足了。足见至东晋时期，夏布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衣料。中国人最早的衣着
在很原始的时候，那就是兽皮树叶，它没有什么穿着。以后哈，很多很多年过后，他们发现有一种野生的植物叫做果果藤嘛，它这种植物啊有一些纤维啊，他们就把这些人呢、啊，我们祖先是很聪明的，哈哈，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就把它呀采集起来过后，把这个纤维弄出来过后，粗的就拿来呀、啊、这个吃笋索，细的就来编成网，拿来网鱼。再以后，他们发觉还可以细下来，还可以细下来。哦，那么他用最细的啊，就拿来编成一块一块的，像织网一样，织得密一些，就成了一块布了，就可以遮身了，哦，就可以啊，用了。最原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哈。这个到了以后，到了秦汉时期了，那个情况就不同了。大官贵人、王公贵族，他们追求奢靡，啊、于是就穿绸着缎、珠光宝气嘛，那就搞得十分好。老百姓没有这种经济基础，他们穿什么啊？根据历史记载哈、啊，那个桓宽的啊，汉朝桓宽的言情就说啊。古之庶人老百姓啊，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可以穿丝织品，一般人就只能够穿裹衣做麻布，因此老百姓就叫做布衣，这个布衣就是这样子来的。早在汉代，戎昌下部便以庶部之名建筑史籍。唐代的戎昌下部常被称为统部、班部，这是因为当时为方便运输，常将部卷成筒形装入竹筒，故称统部，又根据部面斑驳的形色特点称为班部。清代以前，戎昌下部的原料主要是葛和大麻，大都质地粗糙。早期的麻制品手感是非常粗糙的，因为他们是用葛和大麻来制成的。那么麻制品有了大的改观是在明末清初，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之后，客家人把苎麻的种植技术带到了四川，那么这时候的下部出现了一个质量上的大的变化。以苎麻为原料制造的布料完成了由粗麻布向精致下部的蜕变，品质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细密匀整，色泽光洁，坚韧耐用，它们凝聚着客家人的聪明才智，是客家人勤劳智慧的创造。客家人是全世界范围内分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汉民族之系。
九空。在这样的情势下，康熙皇帝于公元1694年颁布昭明汝川诏，号召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这个清初啊，湖广填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这个清初啊，湖广填四川，大批的移民呢、啊，到了四川呢、啊，也到了云昌啊。光绪云昌县志上面就明确地说了，盘龙这个大建云龙一带的这个客家人呢、啊，善于骑马编织马步，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客家人把竹马带来了四川，带来了云昌，这是可信的。荣昌西部的盘龙镇是荣昌下部生产的核心区域，也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下部专业镇。聚居在这里的客家人，从耄耋之年的老人到天真活泼的孩童，在讲四川方言的同时，大都还能讲一口地道的客家方言，并相互以客家话交流。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被称为客家语言岛。请关注荣昌下部第二集《走进盘龙》。装修漏洞呢？怎么能够装修省时又省心呢？看正说家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说说家装这点事儿，一起正说家装。11月18日，雪纺简欧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雪纺简美、中式、法式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三星、美的、雪纺五大品牌电器免费送；11月18日，天街接力盒首届半价家装节盛大开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正说家装。郑总哈，最近这个家装行业都在疯传，11月18日天地河呢要在天津举办一场大型的半价装修节。什么是半价装修呢？你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天津这一次举办的半价装修节，顾名思义，就用一半的钱就能把你家家装成豪华的家。那么我们曾经在天津邀请了第三方对天津市场进行了一个调研，在天津装80平米两房房子，举办。那么今年为什么选择在天津举办我们半价装修这个半价这个装修节呢？因为天津在我们今年的装修质量的评比当中，连续12个月获得了我们综合排名第一。所以说呢，我们总部啊授予了我们天津装修质量服务标兵。那这个和您刚才说的那个半价装修节有什么关系吗？啊，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说天津在这一次能够有机会举办这一次的半价装修节，与它被评为被总部评为我们的装修质量服务标兵是有一定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质量服务标兵来之非常不易，所以说呢，我们总部对于天津这一次的奖励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给予天津这一次的奖励价值了1000万的豪华的家具，而我们天津工作人员啊做了申请啊，向总部申请，能不能把这1000万的豪华家具在这一次的半价装修节上全部免费送给所有的装修业主。
您刚才说了价值1000万的家具送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哈，那这家具都有哪些家具呢？这1000万都是豪华家具，包含我们的中式的、简欧的、简美的家具。我们之所以说在这一次把奖励我们天津1000万的豪华家具在我们的半价装修节全部转手赠送给我们所有的在我们11月18日当天选择天地客的装修业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2年来一直支持我们天津工厂店的所有的装修业主，让天津更多的装修业主能够实现用少的钱实现他的豪华的装修梦想。特大集训，11月18日铁房简欧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铁房简美、中式、法式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三星、美的、铁房五大品牌电器免费送，11月18日天津接力盒首届半价家装节盛大开幕，您只需花100元购买一张天地至尊卡，您就有机会分享半价家装节的所有优惠，一同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卡签约业主，装修款交1万，立抵6万元，仅限60户，二重大礼，免费赠送由家具工厂提供的简欧、简美、中式、法式等全房豪华家具1套，仅限60套。送完即止，三重大礼免费获得，知名品牌全房五大电器，三星电视免费送，美的冰箱免费送，美的空调、美的洗衣机、美的热水器全部免费送。四重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户型图到店的业主凭户型图与天地至尊卡即可免费领取价值998元精美厨房刀具1套。只要你报名购买天地至尊卡，只要你参加半价家装节，你就有机会抢到60个幸运名额，全房豪华家具和全房五大家电免费搬回家，工程价装修的基础上再省6万元，真正实现您豪华装修的梦想。现在马上打击电话抢占名额，先占先得。家装节报名热线0228655566，866778888。郑总，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豪华家具哈，价值1000万哈，那为什么要把这一次的这个半价装修节让豪华家具作为主题呢？其实呢，豪华的装修至少要具备4个标准。哪4个标准？第一呢，要有一个统一的设计。第二呢，所有用的材料啊，必须要是一线的大品牌。第三，就是它的施工装修质量。第四，才是豪华家具。而这其中这4点啊，2点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装修质量。第二个就是豪华家具。如果这2点做不到，就无法称之为真正的豪华装修。郑总，您刚才说了这个活动是一年只举办一次，并且是只在一个城市来举办，那这场活动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哈。那当然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赠送豪华家具以外哈，还有没有什么优惠呢？没错，我们每年全国只选择一家城市举办这样的活动，它的活动的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除了我刚刚说的豪华家具免费赠送之外，我们还将在现场赠送全房的五大电器。郑总，您刚才说了哈，除了有豪华的家具可以赠送，现在您说还有家电可以赠送，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太诱人了。没错，除了家具，除了五大电器，我们还有现金赠送。这个现金赠送又是怎么一个说法呢？只要在我们活动现场抢到我们的名额，就可以交10000元抵60000元的工程款。10000元抵60000块钱的工程款，也就是说直接省掉了60000块钱的装修现金了。没错，您刚才说了豪华的家具赠送、电器赠送，抵现金60000块钱。哇，这样的话您的诚意也是非常大的。那郑总，我们应该怎么去参与这一次的这个半价家装节活动呢？因为我们这一次举办的半价装修节肯定是非常火爆，那么想参与这次活动的人肯定非常多，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提供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但是呢，因为我们接待的能力有限我们最多只能接待200户，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只能是提前抢购到我们天地至尊卡的，花100块钱抢购到我们天地至尊卡的业主，才能够有机会在我们活动现场抢购我们60个优惠名额。200个业主来抢购60个名额哈，对，这样的话几率还是蛮大的。那没有抢到这个名额的业主怎么办呢？其实呢，没有抢到我们现场这60个优惠名额的人也不吃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现场
你凭着这张卡，我们将会赠送你一套价值998元的精美的厨房刀具一套。同时呢，你没有抢到我们这60户的优惠，我们还会把你当时花的100块钱购买我们天地智能卡的费用退还给你。嗯，那这样的话完全不吃亏啊。没错。嗯，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进行电话预约。特大喜讯！11月18日，全方解欧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全方解美、中式、法式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三星、美的、全方五大品牌电器免费送；11月18日，天街接力盒首届半价家装节盛大开幕，您只需花100元购买一张天地至尊卡，您就有机会尊享半价家装节的所有优惠，一重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卡签业主，装修款交1万，立抵6万元，期限60户。二重大礼，免费赠送由家具工厂提供的简欧、简美、中式、法式等全方豪华家具一套，仅限60套，送完即止。三重大礼免费获得知名品牌全方五大电器，三星电视免费送，美的冰箱免费送，美的空调、美的洗衣机、美的热水器全部免费送。四重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户型图到店的业主，凭户型图与天地至尊卡即可。免费领取价值900。你看我一开视频那就不行。了，美的洗衣机、美的热水器全部免费送，最初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户型图到店的业主。抢到之后，所有的优惠之外，我们对这60户。还有更高的要求，因为这60户将作为我们参加全国样板间评比的60户的名额。嗯，我们会安排我们天津最好的项目经理、最好的设计师，对这60户进行全程跟踪、全程监督这60户我们抢到名额的60户名额，而且从开工开始一直到结束，都会参与我们全国的样板间的进行评比。如果在这次评比当中，这60户样板间所得的分数比较高，我们将会对天津工程总监以及天津设计总监进行奖励，最高奖励可以奖励3万元现金。但是如果说在评比过程当中没有拿到奖，或者说总体的评分没有达到最好，那么我们也会对我们天津的工程总监以及设计总监进行处罚，甚至会进行降级。所以说这一次抢到这60户名额的，不单单是抢到了我们的优惠，更是抢到了我们装修质量的高保障。但是呢，今天在这里我有一个要求啊，我要这个要求呢，就是所有抢到我们这60户名额的业主，一定要允许我们至少20户其他的装修业主能够去你家免费参观，因为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天地合的装修质量是如何做到豪华装修，如何做到工厂价豪华装修。我们这一次啊，也邀请我们抢到名额的这60户装修业主，在我们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给我们进行监督，监督两件事情。第一，监督我们的工程质量是否达到标准；第二，监督我们所说的赠送的家具是否是货真价实的。那么如果我们工程质量达到标准，如果我们所赠送的家具是货真价实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60户装修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去宣传，能够介绍身边的一位朋友也选择我们天地合装修。那我这60名这个装修业主在活动之前怎么能够了解到天地合的装修质量呢？其实是这样的，刚刚说了，我们天津呢，连续12个月，被评为我们的装修质量副标兵。那么我们整个在天津市各个区域已经存在有200个样板房工程，也就是说，我们有200家现有的样板房工程就在你的身边，你可以打进电话报名，随时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带你去现场参观。好的，钟总，刚才这个问题呢，您已经给我们解答出来了，就是报名参观我们这个就近的一个样板房，真实的体现出来哈。那么因为这一次这个半价装修节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豪华的家具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才能体现出这个豪华家具的品质呢？针对这一块呢，我安排我们天津的家具部经理单独的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所展现的是美式家居，精美的做工，精湛的雕刻，优雅线条，华丽的颜色，无一不展现出美式家居的怀旧和浪漫。那么这样一套豪华的美式家居也借参加我们边京半价装修节活动，全房家具包含了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等等，全房家具将免费赠送给广大的签约业主。相信这样一套豪华的美式家居是对追求高品生活业主的不二选择。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欧式家居系列，优雅线条，精美的雕刻，高贵典雅的象牙白，无一不展现出欧式家居的庄重之美。那么这样一套豪华的欧式家具会使您的家更加的高贵典雅，更彰显出您高品质的优越生活。特大集训，11月18日，缺方简欧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缺方简美、中式、法式家具免费送；11月18日，三星、美的缺方五大品牌电器免费送；11月18日，天街接力盒首届半价家装节盛大开幕，您只需花100元购买一张天地至尊卡，您就有机会分享半价家装节的所有优惠，一重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卡签约业主，装修款交1万，立抵6万元，仅限60户。二重大礼，免费赠送由家具工厂提供的简欧、简美、中式、法式等全房豪华家具一套，仅限60套，送完即止。三重大礼，免费获得知名品牌全房五大电器，三星电视免费送。美的冰箱免费送，美的空调、美的洗衣机、美的热水器全部免费送。四重大礼，11月18日下午2点至5点，持户型图到店的业主，凭户型图与天地至尊卡即可免费领取价值998元精美厨房刀具一套。只要你报名购买天地至尊卡，只要你参加半价家装节，你就有机会抢到60个幸运名额，全房豪华家具和全房五大家电免费搬回家。工程价装修的基础上再省6万元。家装节报名热线0228655566866778888。现在进入立冬节气，适当多进食肝胆滋润的食物，既可以补脾胃，达到补养中气的目的，又能养胃润肠。本期美食新气象为您推出利好食材油面、虾酱和冬笋。巧手婉云用酸菜搭配油面，增加了油面的复合口感。徐大厨用利好食材烹制一道北塘金饼虾酱，这道传统金菜关键点在于虾酱的炒制。江波老师用时令蔬菜冬笋制作了一道三丁包子，咸鲜美味，精彩尽在周日晚美食新气象。这期节目我们来介绍些创意的潮流美食，来丰富您的味蕾。充满新意的欧式私厨美味，从视觉到味觉都相当惊喜。这个提拉米苏的话，是从他们家开店以来我一直在吃的一款甜品。既有颜值又正宗的火锅鸡，难怪人气会这么高。我刚才这一口吃下去，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那种甜面酱，因为这口鸡肉呢，它的后口是慢慢回上来这种甜鲜的味道。美酒配美食，鲜花水果酿的酒，味道清甜，回味无穷。看我刚才抽了一个买单的免喝，所以我要赶紧喝。敬请期待由蒂博尔普洱茶针冠名播出的美食大搜索。快递拿走。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冠名赞助播出。百年历史传承涂料工艺，匠心精神打造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科技创新，诚信经营，天津的灯塔，民族的灯塔，中国民族涂料工业的骄傲。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收看天津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正在为您带来的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30轮收官战的现场直播。那么这一轮的比赛呢，由于依旧是所有的8场比赛安排在同一时间来进行，所以的话，为了使天津的两支球队都能够在今天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让大家收看到比赛，所以的话，今天泰达队的赛事呢是安排在了都市频道为各位来进行直播。这场比赛呢，天津泰达队将会做客天河体育场挑战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淘宝。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本场比赛，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王军指导和我一起为各位介绍今天的这场比赛。王指您好。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相信比赛的背景还有它的意义呢，已经不需要我们在这里为各位做赘述了。那么从准确的说啊，是从
联赛的第28轮开始，泰达队是连续的要翻三座大山，要打三场战役。那么28轮当时在客场从山城重庆带回了一分，而在上一轮又是在天津的主场逆转战胜了大连一方。本以为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就可以来提前欢庆保级成功，但是在长春亚泰和天津权健的比赛当中，由于双方最终战成了2-2的平局，使得今天的这一轮比赛做客天河，泰达队要想确保保级，必须还要在客场至少拿到一分，才可以无需看其他任何球队的脸色就可以成功上岸。但如果这场比赛泰达队在客场输给了广州恒大，就需要来参看另外一场比赛，大连一方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对决。如果那场比赛双方战成平局的话，那么如果泰达队输给广州恒大，那么泰达队就将会最终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位，而有可能是要降级的。我为什么用有可能这三个字？因为目前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消息，当然这个消息准确性到底有多大，这个现在没有人知道，因为有可能下赛季中国足协会酝酿出让两支或者一支国字号的球队来打中超联赛的比赛，所以到底明年的中超的球队数是有多少，现在是不得而知。但是对于泰达队来说，我们先不管明年的政策如何变化，如果想要确保留在中超当中，这场比赛就必须要想方设法从天河来拿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泰达队来说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没错，现在坊间里面的传闻很多，尤其在于扩军这一项，这里边的呼声是非常高的。当然了，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还是立足于在自己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的时候，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完成保级，我觉得是最理想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呢，其实在球迷，再加上目前双方的阵容的这样的一种还有很多的球员可以顶上来，但对于泰达队来说，上一场比赛又折损了唐望苏，周启明从来没有为球队打过比赛。我把电话瞄了，那王志，我这儿太乱了，你现在上不去啊。你觉得在这样，操你妈呀！这样的一场非常关键的保级战当中，出场记录的。那么各位现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冠名播出的泰达队的赛事直播，这是本赛季联赛的收官战，天津泰达队做客挑战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淘宝。刚才呢为您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场比赛开打之前的一些形势和背景。那么这场比赛呢，当然很多的球迷呢其实对泰达队是非常关心的，毕竟这支球队承载了天津足球的香火相传，而且的话这支球队有着20年的底蕴，大家都不希望在俱乐部建队20周年的这样一个历史契机的时候出现降级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呢也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呢发来了微信啊，来和我们一起呢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大家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对球队是怎样的一个寄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微信。
首先看到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小小然啊，他说泰达队又一次啊面临保级的严峻形势，今天的客战广州恒大啊，虽然对于啊有主力队员轮休啊，对手要有主力队员轮休，但是恒大的实力还是远在我们之上的，而且最后一个主场势必会给球迷一个交代，所以泰达肯定不会轻松，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以平常心来对待这场比赛。虽然大连和长春的比赛只要分出胜负，我们即使输球也可以保级，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主动权牢牢的攥在自己的手里才行啊，保平争胜，不要去管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场上去打好最后的战役，给球迷也给球员自己一个交代，加油泰达啊！这位朋友其实也把之前的一些形势分析得非常到位，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位朋友梦想起航啊，他说天津泰达队今天要做好打困难比赛的准备，将教练技战术的意图打出来啊，打好阵型边路中场控球后防快速回防做到位，注意盯防恒大队的啊，重点的球员和外援。今天呢，泰达队在下半场不要脱节，天津泰达队下半场不要自乱阵脚，应该让对方自乱阵脚。开场和即将结束时不要松懈，精神集中，打出泰达队的精气神，泰达必胜。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叫做石令飞，他说上轮啊我们拿到了致命的三分，真正能否留在中超啊？今天做客天河才是真正的考验，现在命运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虽然恒大队如此的强大，过往战绩呢我们也处于完全的劣势，但是呢我依然坚信泰达队今天啊能够打出金门足球的风采和韧劲儿，毕竟作为一支老牌劲旅，我们的底蕴还在，看好泰达队保级成功，预测比分1-1。三位朋友呢都对这场比赛做了自己的一个预估和前瞻啊，大家都谈到了这场比赛难度是非常大的，虽然目前保级的主动权还在于自己手中，但是毕竟面对的是广州恒大队，而且从恒大队升入到中超以后来看，泰达队这么多次在联赛里面和恒大队交手可以说是胜少负多的，而且说胜其实只赢过一次，就是在2013年我们在自己的主场，当时凭借着澳大利亚外援帕尔塔鲁的头球战胜了广州恒大，那么其他的比赛其实都是非负即平的，而且最近8次和恒大队的交手泰达队是全败，而且一个球都没有进过，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悬殊的对战记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其实泰达队这场比赛依然还是让很多金门球迷觉得是凶多吉少。那么王指，在开赛之前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对战记录如此悬殊的对手面前，泰达队如何调控好自己的心态呢？首先一点，这场比赛必须拿到一分，这是必然的前提条件。其次来讲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客观的因素，现在目前广州的天气接近30度，而我们从一个低温到一个高温去的环境当中是进行这种比赛，上这周三的时候才完成上一场对大连一方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泰达队在体能方面是否能够在90分钟保持有效的高对抗的那种，是我第一个担心的。第二方面的时候，处于劣势立足于防守，这个防守的话现在目前我们的从防线的整合情况来看的话呢，也就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了。但是来讲，我们是通过人数的改变，还是通过自己小组的一些变化之后，来增加自己的防守的那种力度，是我们这场比赛要看到的。关键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首发的球员的情况，我们没有首发的阵型的情况。我们需要看一看这场比赛，老帅在应对这场比赛当中的时候，是摆出怎么样一个阵型。嗯，这时候呢，我们就能揣测一下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时候，希望达到什么样一个战术效果。所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这场比赛正式的直播环节，赛前的这个参与互动的环节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马上就一起进入到比赛的情况。是传承涂料工艺，匠心精神打造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科技创新，诚信经营，天津的灯塔，民族的灯塔，中国民族涂料工业的骄傲。乡村景的风轻雨雅，
农家菜的鲜嫩爽。滑一道关卡一场赛的新油钓金蛟，体验回归初心，就让我们一起品尝原汁原味，游赏风土民情，垂钓幻异江湖，挑战别样人生。风和日丽正当时，再欢再笑何秋风。好的，欢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比赛直播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天智体育正在为您带来的2018赛季中超联赛最后一轮收官战的现场直播。这一轮的比赛呢，由于泰达和权健两支天津的球队将会同时开球，所以我们把泰达队和恒大队的比赛安排在都市频道为各位做直播。这场比赛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天智体育的解说嘉宾王军指导和我一起为各位带来。王指您好。您好。那么刚才呢，在我们的参与互动环节当中呢，我们和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啊通过微信来进行了交流，而且呢也把这场比赛的一些形式和背景做了一些介绍。那么接下来那我们可以看一看目前双方的这个首发队员的情况。刚才呢其实在之前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已经为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泰达队今天的这个人员变化和之前打大连一方比赛相比呢是有两处的变动，一个呢是发生在门将的位置上，一个是发生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门将呢，由于上一场比赛我们都知道杨启鹏是非常的英勇，在和对方穆谢奎相撞之后，他的头部啊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创伤，据说是比赛之后缝了五针，所以的话这场比赛杨启鹏是因伤不能够随队来到广州，他的位置呢依然是被之前的主力门将杜佳所取代。另外呢就是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之前的老将谭旺松是累积的四张黄牌，这场比赛停赛，所以的话呢施蒂利克先生用上了这场比赛第一次赛季出现在比赛场上的周其明来打首发。而对于恒大队那边呢，其实他们的首发也做出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像张征林是换下了之前一场比赛吃到红牌今天禁赛的冯潇霆，另外呢郜林和徐昕也都是获得了首发，换下了郑智和郑龙。但是从双方的首发名单上来看，恒大队的这种实力还是非常恐怖的。刚才其实我们也在揣测啊，施大爷这场比赛会用以我们转播老帅的这个比赛也有一个赛季了，我觉得4-1-4-1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临场的话呢，出于积分的一个变化之后，有可能调换成4-3。所以这场比赛人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施蒂利克呢也只能是尽他自己最大的所能啊，来排除他认为一个最合理的打法和队员的名单和阵型。我们看到了这是稍早之前回传的画面啊，双方抵达现场的情况。天河体育场对泰达队来说并不是一块福地，因为在这里我们很难啊能够真正的拿到比赛我们想要的结果，但这场比赛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在这里拼尽全力，三军用命，争取拿到关键保级路上的一分。好了，那么赛前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就为各位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比赛的现场来看一看比赛情况。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来到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由中华老操灯塔独料冠名播出的本赛季泰达队的中超。这是联赛的收官战，比赛的最后一轮，在天河体育场，天津泰达队做客挑战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淘宝。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团队的引领之下进入到了比赛场地。这场比赛我们都知道，中国足协是安排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裁判团队来执法这样一场保级的关键战，而在另外一块场地上，大连一方与长春亚泰的比赛也是安排了巴林的裁判团队啊，主裁判是舒克拉拉来执法那场的保级生死战。我们也会在这场比赛的转播过程当中随时为各位带来那场比赛的一个比分和进展的介绍。今天依然是有将近400名泰达队的远征军一起随队来到了广州，来为球队加油助威。赛前双方队员列队完毕，还是要首先进行奏唱国歌的仪式。请全体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已经演奏完毕，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也是广州恒大淘宝队他们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刚刚是遭遇了联赛的两连败，最致命的一场失利就是在一场天王山之战当中，他们是主场输给了上海上港，直接导致了冠军的旁落，也终结了他们此前联赛的七连冠的伟业。今天特纳队的首发情况呢，和上一轮比赛相比呢，只有两个变化，那么都是被动的人员调整，因为杨启蒙和唐望松都是出现了伤病和停赛，这场比赛不能够出战，顶替他们的分别是杜佳和周其明，其他的球员是没有变化的。四个后卫除了周其明以外，还有左边的彭瑞，两个中卫是巴斯和队长曹阳，在中场还是郭浩、赵英杰和马迪江，以及谢雷军和阿西姆彭，锋线上是乔纳森。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首发的情况，这个泰达队是不是排出一个4-5-1的阵型。而在广州恒大队这边呢，他们的人员也有三个首发的变化，和上一轮客场0-2负于重庆相比啊，一个被动调整是张成林换下了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这场禁赛的冯潇霆；另外两个主动调整是郜林和徐昕获得首发，换下了郑智和郑龙。郜林是今天恒大队的场上队长。其他的球员门将还是曾诚，后卫线上还有李学鹏、张林鹏和邓盘文，中场还包括于汉超、保利尼奥和卡利斯卡，锋线上还有阿兰。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澳大利亚的35岁的吉勒特先生，两位助理裁判都是澳大利亚人，分别是比彻姆和谢继宁，第四官员是玛丽。这场比赛泰达队只需要在客场收获一场平局，就可以确保自己保级，而无需参看其他任何一场比赛的脸色形势。但是在这里需要做一个介绍，广州恒大淘宝队最近联赛的19轮比赛都没有和对手踢出过平局，成绩是14胜5负。上一次的平局发生在今年的5月12号，当时在主场2-2和河北华夏幸福队战成平局。而对于卡纳瓦罗来说，泰达队也是他心中的一个痛啊，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就是在主场被泰达队2-2逼平之后，卡纳瓦罗是遭到了恒大队的介入。今天可以看到啊，冠军旁落之后，天河的上座率不是特别高，因为天河几乎每场比赛都是爆满的情况，但这场比赛刚才这个镜头来看，场上有些座位还是空的。广州恒大队的比赛呢，一般都安排在晚场进行。对，其实对下午场的比赛来讲的话，恒大也许是一个不适应的状态。是，上场比赛首先是由泰达队来开球。天津电视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天视体育正在为您带来的2018赛季中超联赛最后一轮收官战的直播。天津泰达队做客天河，挑战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淘宝。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衣蓝裤，上半时从右至左攻的是天津泰达队，而身穿红衣白裤，上半时从左至右攻的是广州恒大淘宝队。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王军指导和云初共同为各位做出直播的评述。这场比赛由于是所有的比赛一起开球，我们把这场泰达队的比赛直播安排在都市频道为各位带来，而体育频道为各位带来的是权健与上港队的比赛直播。这场比赛的形式呢，我们在之前已经为各位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由于另外一场大连和长春的比赛也在同时进行，那么对于泰达队来说，这场比赛只要做客不输给恒大，就可以确保自己留在下赛季的中超，而一旦输球就要看另外一场大连和长春的东北内战，不能够踢成平局的，如果分出胜负，泰达队都可以保级，但如果是双方打平的话，泰达队一旦输球就要有可能降级的。比赛刚刚开场1分钟啊，恒大队这边先是由阿兰完成了一脚远射，这边泰达队也要到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在乔纳森的逼迫之下，张成林把球踢出了底线。连续几场比赛，乔纳森在场上展现了足够的战斗力，而且也在对重庆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关键的进球。
马丁江角球开的是前点，这个球落点不错，但是禁区里面乔纳森想倒钩打门，被主裁判吹了犯规。恒大队目前是联赛当中啊进球数最多的球队，他们在本比赛之前打进了77个联赛进球。这场比赛之前，卡纳瓦罗也是宣称啊要争取让球队创造全新的单赛季的进球新高，因为在2013年，当时恒大队创造了一个赛季78个联赛进球的记录，现在距离这个记录还。虽然塔利斯卡是中途来到恒大队啊，但是他融入的球队节奏是非常快的。到目前为止，这名巴西人17场比赛已经被恒大队进了15个球，这个效率应该是让人啧舌的。还有一点，看恒大队在进攻队方面边路也拉开，中路内部球这个渗透。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泰达队持球之后形成反击之后，双中卫的速度能力比较慢。尤其这场比赛当中的时候，在换到了张琳芃来打到中路的时候，其实阿奇芬完全有机会来利用到这一点，完成再次千里走单骑。没错，对于阿奇芬来说，恒大队是他非常美好的回忆啊。是，因为在他当年在武林南联队踢球的时候，当时阿奇芬还不到20岁，打恒大他就有着非常上佳的表现。当时是在亚冠联赛啊，这一次是前场抢劫的时候出现了犯规，郜林。郜林本赛季恒大队的联赛进球并不是特别多，只有10个球，和他之前几个赛季相比，这个产量是有些低了。今天由于郑智没有出现在比赛的名单，所以的话郜林是戴上了恒大队队长的袖标。而且我们看在今天的首发泰达队这边时候，应该是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阿奇姆彭的初始位置是放在了前腰上。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恒大队的时候主导的进攻的时候，基本的双中卫现在能压制到本方的半场线左右，那其他的人员都是在对方的前场三区，所以我们觉得一旦持球的时候，郭浩的持球点或赵英杰的持球点的时候，第一联系人要尽快联系到阿奇姆。如果有身后那种纵深的话呢，一定要用长传或者是更远的那种直传来连线阿奇姆，这样的话会给恒大带来很大的。这一次吹了塔雷斯卡手上的一个犯规动作，塔雷斯卡算是巴西国家队的边缘国脚啊，这样能力的球员，巴西国家队只能算是边缘国脚。刚才他想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啊钻出来，手上有一个副驾的动作，打到了巴斯蒂安斯的脸。莱斯卡也是效力过本菲卡，对，欧洲豪门的球队。今天8场比赛同时开球啊，现在已经有场次有进球了，就是上海上港客场领先了天津权健。上港队打破了恒大队7年的冠军垄断，也被很多媒体称作是一个王朝即将全新开启。看看泰达队这次边路的传中，跟上的打门漂亮，球进了。7分钟，乔纳森横空出世，在天河泰达队首开纪录，一个相当梦幻的开局。乔纳森联赛的第8个进球就此到来。像昨天德国国家德比罗伊斯进的2个球，当然罗伊斯那个角度要在更加靠前一点的位置，这个球乔纳森是在靠近左路的位置完成的这脚合力球的打门，这球打得真漂亮，控制得相当好啊。
还有一点，我们看23号邓涵文现在目前是也入选过国家队。如果是以这种的在边路防守的时候不了解自己身后人的情况的话，我觉得真的不配作为一个领头球。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泰达队在开场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尽快的获得了比分的领先。没错，相信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已经传到了大连。在大连一方和长春亚泰的比赛当中，现在东北兄弟就不能兄弟情了，你要必须分出胜负才可以。打平的话，亚泰是要降级的，大连一方是要降级的。是，当然啊，现在比赛的时间还早，泰达队这个赛季也有很多是联赛先进球的情况，最终也被对手逆转过的，所以目前虽然比分领先，我们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毕竟对手是这个赛季进攻力最强的球队，是广州恒大队。乔纳森，这是卡斯卡把球带挑进去，一脚端射，这个球也很危险，阿兰的这脚挑射如果角度再要的高一点，独家有可能是没有办法。看塔利斯卡在中路的时候轻松的摆脱之后，就这次左侧左脚的一个挑传的话，来传到了一个空间，阿兰高速插上的时候，射门的部位选择已经非常是到位的。是，所以这个赛季以来的时候，人在强调真正一支高水平的球队的时候，有时候都是从中路来开展球。对，因为对于足球比赛来说，中路攻击的球员的人数是最多的，如果能够从中路渗透打进去并且取得进球，说明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和能力是相当强的。是，没错。在今天啊，我们可以看到开场这将近15分的时间，泰达队的心态把控得非常好，几次停球处理球大家都显得风轻云淡啊，并没有感觉到队员们身上背负着巨大的保级压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塔利斯卡连续的和队友在做配合，这三名发起人啊，保利尼奥、塔利斯卡、阿兰，他们本身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语言沟通没有问题，足球哲学没有差异，所以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也是行云流水。还有一个，我们看泰达队在今天的防守方面的时候，基本是后防线的4人、前卫线的4人、8人的2线之间保持的距离是到位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看恒大队又是从中路开始进行这个渗透，那么我们就对塔利斯卡、阿兰以及保利尼奥3个重点人的传切配合的时候要加一线，这就形成小组的防守。所以小组防守呢，既得涉及到双后腰的位置，又得涉及到中后卫的位置。没错，所以对泰达队来今天的防守的检验是一个质量上的一个提升。对，乔纳森对下张宗林的防守啊，也很凶悍，看得出来今天乔纳森的状态挺好的，因为从他刚才那个进球，包括他刚才奋力的在追求的这个腿部的力量感觉来看，今天乔纳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竞技的状态。目前的这个比分啊，现在结合其他场次的情况，及时的积分榜，泰达队是上到了联赛的第10位，甚至比建业、权健、重庆和亚泰的成绩都要靠前。所以目前来看，降级的球队是贵州恒丰和大连一方。当然，比赛现在仅仅开场10分钟啊，一切还都为时过早，还要看比赛最后的结果。是，至少有一点吧。连续在对但是恒大的比赛当中没有进球这种记录，这场比赛在开场7分钟之后被打破。没错，这是最近9次和恒大队交手，泰达队取得了第一个进球。这就是周其明啊，泰达队的球迷都还记得，他有一个大力手榴弹的绝活。看他这个球掷的是挺平的，高度并不高，但是又平又快。小时候也来自于泰达的青训，93-94年一段，有一段时间开玩笑，我说你这个身体就像神指以前说过车轴汉子，后来我开玩笑，我就说你四川的孩子为什么身体吃成这样？他说我从小时候我母亲听说给我老虎肉吃，所以他来到泰达队金门虎。看这次啊，直接选择吊门，哇！这脚吊门质量太高了，让国门曾诚惊出一身冷汗。这脚球要是掉进去的话，泰达队也有自己的谭如音呐。是。这是塔利斯卡一个漫不经心的横传，
乔纳森断球之后直接完成吊门，这脚球曾诚要真扑不到的话，这球真进了，是因为是个死角啊。乔纳森刚才说他状态是真好，这场比赛脚感相当不错。嗯，而且我们再看，就是在中场无意间塔伊斯卡横传保利奥被断抢之后，恒大队的球员基本上没有快速回防的概念，是军心有所涣散啊，感觉今天恒大队的球员踢得有些过于放松了，是放松到了边缘，就离松懈不远了。再传进去，后点曾诚双拳击出，外围特拉队再顶回去，应该是个角球。其实我想到恒大队可能这场比赛会有所放松，因为一来交手记录他们的心理优势太大了，可能会有所轻敌，但我真没想到泰达队今天踢的也是如此的惬意。连续两场从鬼门关当中的时候拿到分数，拿到自己的救命分数的时候理应有所信心，是啊。但这场比赛呢，客观条件在这里，而且一点的话呢，还是对决的七连冠的广州恒大，是如果能够在广州恒大的主场时候拿到分数的话，以及或者最终胜利的话，恒大队在这一个结尾其实也是为2018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没错，曹阳跑的向前一推，看看这次彭瑞他的传中球啊是绝技，传进来，好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呼呼，打在了横梁上，打在了门框上，打在立柱上，这是本赛季泰达队第12次击中对方的门框。这两支球队是目前中超联赛打过29轮之后击中门框次数最多和第二多的球队。恒大队有过24次打中门框的射门，泰达队是有11次，买提江的这脚打门是第12次。哇，这脚球泰达队也是进攻打得相当的漂亮，非常的流畅，从曹阳的直塞，彭瑞的远距离的低平抽球，到买提的这脚打门，完成的都是相当到位。开玩笑讲啊，这场比赛的前面的这15分钟的情况来看，真的不像是一场对于某一支球队来说的保级战，而像是双方都无欲无求的一场谢幕战。在另外一场比赛，贵州恒丰主场领先重庆斯威，这边郜林传进来中路，恒大队示意特拉队的防守队员有手球，主裁判第一时间没给表示，但是中超是有 VAR 的，如果视频助理裁判那边有提示的话，主裁判是随时有可能吹停比赛的，所以在禁区里的防守我们还是要注意。刚刚打在手上好像是巴斯蒂安斯的手兄弟上，转身就打，这脚抽射来自于阿兰。一个是我们应该看到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最后的结果对于最后结局是重要的。再来看一下郜林刚才这脚横传球，巴斯这球应该是巴斯的手臂啊，看看碰没碰到球，主裁判应该是在听视频助理裁判的建议，没判点球，因为刚才巴斯蒂安斯的这个手臂啊有一个故意去躲球的动作，这是目前最新的裁判法的判罚大纲当中明确提到的一点，就是你有无故意主动用手去触碰皮球的状态，本着这一条原则，这个球的裁判的判罚是完全正确的。恒大队算上刚才乔纳森进的这个球，他们在最近的3场比赛当中已经丢了8个球了，所以冠军丢失之后啊，恒大队队员的心理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另外一场比赛是耶拉维奇的进球啊，帮助贵州队主场领先了重庆。32分的重庆也不保险，是这场比赛如果输球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也一样面临着降级，因为那两个队长春和大连踢成平局的话，双双33分就上岸了。是，如果重庆在贵州输球的话，那有可能降级的就变成他们了。后场一个非常机敏的上抢，把球断下来。看到今天啊，彭瑞的助攻幅度还挺大，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因为对手在他这一侧，今天坦率来说啊，目前为止攻得还不是很猛，因为恒大队的进攻主要是在中路。比
赛的对抗不是很激烈，而且节奏并不是很快。其实泰达队在持球方面是一个很从容的状况。阿庆鹏，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犯规。张林鹏直接铲翻了阿庆鹏，这个球裁判并没有掏牌。这个位置啊，看看乔纳森和赵英杰谁会打一脚。赵英杰上一场比赛的那脚世界波的远射破门帮他打开了进球账户，看看这层窗户纸捅破之后，后面的比赛小熊还能不能继续的破关。距离有点远，乔纳森打的可能性更大。从乔纳森的这个站姿来看啊，他射门的可能性也是很大。角度挺正，只是距离稍稍有一点远。没错，这个距离现在人墙的距离有没有9.15？从目测来讲，我感觉还是近了一些。乔纳森想打下三路啊！说到这种任意球主罚方式啊，想起之前欧冠国米打巴萨的时候，为了防止国际米兰的这个，为了防止巴萨的这个。地滚球的任意球打门啊，国米的应该是布罗佐维奇吧，在人墙里面直接就躺地上了。就当时那一幕，让看台上的梅西啊也是笑得合不拢嘴。因为现在的足球的这个战术啊是越来越变化多端啊，越来越难以揣测，必须得有更好的应对措施。是，一个是自身的一个对自己的战术打法的一个布置，还有一个是应对对手。关键现在目前的转播呢，视频的剪辑也非常之快，在上一场可能推出一些新的战术的一个方式的话，下一场就会被对手进行抑制。嗯，哈里斯卡拉到了边路，好球，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上抢，恒大队再把球抢回来，还是哈里斯卡给到中路，保林耀脚下出球的频率非常快，又是保利尼奥，为恒大队也要到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机会。就是连续的小范围的几人之间的传接，是我们来看来渗透你的防线，一点点的进行的推进。一个现在目前在中超比赛当中的时候，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海上港，基本这三支球队都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渗透来完成自己的进攻组织。没错，而且这种传球恒大队这场比赛已经有过多次尝试，都是一脚出球不做任何调整的传球。身披九号战袍的保林耀啊，这个赛季已经有13个联赛进球了。这个位置对泰拉队的防线是严峻的考验，看来保林耀是自己要来操刀。哈里斯卡也站在球的后面，保林耀同样是想打下三路，但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穿过人墙。现在这个阵型看，泰达队防守当中变成了一个4-4-2的战法。是。直接找阿基布彭，对方也是不敢怠慢，先把球清出了边线。张成林今天他是顶替了红牌停赛的冯潇霆。将谢维军啊，争顶到了头球。没错，谢维军是球队上一场能够逆转的功臣之一，正是他的扳平比分的进球吹响了泰达队反击的号角。
帕利斯卡今天他的这个站位啊，其实挺靠后的，更多的时候他甚至都站到了后腰的位置，但是和队友一旦做起配合，帕利斯卡马上就会前提，所以他在中场的这个跑动啊是非常鬼魅的。前场的几个人的时候轮转这个换位非常的快，是很快。如果说现在泰达队想打这种防守反击的话，从巴斯蒂安斯的位置断球之后就要即刻出球。要这个脚下技术啊，出神入化。面对着泰达队对他的贴身盯防，保尼奥三两下就摆脱了防守人。还是暴力鸟把球再给到左边，李学鹏的传中。大队也是目前为止啊中超联赛场均传中数最高的球队，虽然他们善于通过中路渗透打进去，但是边路的传中恒大队也不含糊，大范围的斜长传这个球力量给的太大，所以由于是联赛最高的场均传中球的数据，也导致恒大队在罚球区里面的射门次数啊也是目前中超最多的。是，而且我觉得在恒大巅峰时期的时候，在拿到亚冠的这个赛季里边的时候，看他在对日本球队当中的时候，才能显现出自身的时候技术含量方面有一些劣势。没错，其他任何其他国家的比赛当中的时候，多数整体上恒大是有优势。保利尼奥罚球区外的一脚打门，打在泰达队防守队员的身上。另外一场比赛有消息传来，大连一方在主场1-0领先了长春亚泰。这个比分对泰达队来说是更加有利了。所以我记得当时上周咱们录化石人节目的时候，你提到了这场比赛的进程时时刻刻会影响着那场比赛双方的神经。没错，这边塔利斯卡他的左脚在这个位置既可以选择拉一脚弧线直接打门，也可以选择把球传起来到罚球区里面找自己的队友。看塔利斯卡的这次任意球选择了直接射门，漂亮！杜佳一次精彩的扑救。塔利斯卡的圆月弯刀啊，质量也很高，但杜佳的注意力也是十分的集中。就是奔着前脚啊，是。恒大队的角球，于汉超来处理。角球开的是前点，在球门区线上，保利尼奥争到低点，但这个球还是顶高了。目前恒大队进球数是77个，其中塔利斯卡进了15个，保利尼奥和高拉特各进了13个，阿兰也有11个球的进账，所以这4名外援基本上就包办了恒大队超过60%的进球总数。是，不要忘了保利尼奥还有一段在巴塞罗那的时间。对，而塔利斯卡也是半途才加盟。是，现在的一个哦，这是顶替穆谢奎出场的以往的小黑迪亚斯科斯的进球啊，帮助大连一方队在主场领先。所以目前的其他场次的比分和这场比赛的比分来判断，处在降级区之内的是贵州恒丰和重庆斯威。是，现在重庆和长春都是32分，但是因为两个队预备队成绩长春亚泰占优，所以目前是力压重庆斯威。所以目前来看，各个场次的比分，重庆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实际上，在这轮比赛开打之前，重庆队可是感觉最安全的。是，所以这是瞬息万变的形势啊！阿提姆彭，哦呦，这下有没有手球呢？曾诚的出击，看来应该是没有用手碰到球。但阿提姆彭的这种速度啊，确实是非常快。
哈里斯卡又是长传，直接找阿兰，这边还有于汉超，右路邓涵文，还是塔利斯卡。塔利斯卡这个随球的动作啊，让你觉得非常的具有欺骗性，你也不知道他第一下是要停还是连停带过。就他以及我们去看这个巴西的几名球员的时候，在自己半侧身或者自己的球员，而从之前邓涵文防守的乔纳森的丢球以及张琳芃这几次铲球的动作来看，两个人的这种心态也好，能力也好，其实还都有待商榷。刚才那边塔利斯卡是倒在了场上，恒大队的队医进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塔利斯卡他这个身高腿长啊，你看他这个体型啊，非常的修长啊，非常匀称，是这么高的身材，脚下的技术能力还能如此的细腻，让人不得不连连称赞。看看这个位置的定位球了，麦迪江和赵英杰两个人站在了球的后面。麦迪开起来，禁区里面形成了一波混战，球权还在特拉队的脚下，二次进攻选择直接外围的远射。恒大队的反击速度啊也不是很快，这个时候塔利斯卡还站在场边，他还没有进场。比赛已经踢了30分钟的时间，各位现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冠名播出的天津特拉队的中超赛事直播，这是本赛季联赛的收官战最后一轮，特拉队做客天河挑战广州恒大淘宝，目前的比分特拉队是做客1-0领先，进球的是乔纳森，开场第7分钟就取得了破门。现在澳大利亚的主裁判吉勒特正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的建议，是不是刚才那次特拉队的进攻啊，在恒大队的罚球区里面有队员手球呢？是，所以吉勒特先生也在倾听着视频助理裁判给出的建议，看一下。这个球是打在了保利尼奥的手上，但是保利尼奥双手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张开的动作，我们看一下，有像是打在后背上啊，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赛重新开始，边路邓涵文，这脚传中球身体的重心没有控制好，直接送出了界外。另外一场比赛，权健队是2-1，已经将比分反超，而江苏苏宁主场1-0领先河南建业，山东鲁能和绿地申花的比分是1-1，这就是目前的积分榜的一个及时的情况。特拉队目前这个比分已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不在这个降级区周围了。这场比赛感觉吉勒特的这个判罚尺度啊是比
较宽松，对于一些能够吃黄牌的犯规动作他都没有出牌。随着这赛季说没有完成八连冠的话，相信广州恒大在赛季之后也会面临一波清洗引进了。这是刚才麦迪江的那次打门击中了对方的立柱，如果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啊，卡达队已经是2-0在客场领先了。目前的一个控球率，恒大队是68%，牢牢占优，但比分目前他们是落后的一方。还是这种搓船，今天恒大队多次尝试啊这种过顶的缩传，你看他这种冒险性的传球啊，都来自于中路。所以现在目前就如果我的分量控制得好，一旦打进去之后，这样的一个效果肯定就完全出来。对，刚才又是塔利斯卡，他做了一个假设的动作，造成阿庆鹏从背后赶上来的时候出现犯规，这个位置又是非常的危险。见啊，这场比赛阿奇穆鹏已经退皇到自己本方的弧顶这个位置啊。刚才恒大队已经有过两次任意球直接攻门的尝试了，保利尼奥的打门是击中了人墙弹回，而塔利斯卡的一次圆月弯刀已经让杜加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这个位置角度和距离都更加的危险。也就是21-22米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看看这叫任意球了。塔利斯卡这条射门打的是门将所镇守的那边，是杜加的反应很快。有一个反弹，杜加直接把球拖出了底线。看高林站在人墙的位置，正好是塔利斯卡要射的那一侧。是，踢球过来之后，他马上闪身啊，对，说扮演了一个拆墙的角色。于汉超的角球，杜佳稳稳的把球没收。这个球啊，接球队员啊有点等，又是塔利斯卡，好球。这一次的上抢非常的关键，那边边裁已经举旗了，示意阿基姆彭越位。权健队在主场现在已经是3-1领先了上海上港。郜林拉到了左路，郭浩已经过来啊，跟着他来防守了。于汉超也是目前恒大队阵容当中联赛助攻数最多的球员，他完成了9个联赛的助攻。看来所有的变化都在下半场，这是一定的。所以另外一点就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比赛可以同时开球，但你做不到让它同时结束，所以到下半场比赛我们就可以看
最早结束的比赛是哪一场啊？我指的是在这几场事关保级的比赛当中啊，然后最晚吹响主场哨音的又是哪场比赛，然后看一看是不是会有一些比分和结果的变化。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呢，长春和大连那场比赛当中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惨烈。目前的射门次数，恒大队有8次，4次射正，泰达队是5次射门，2次中靶，但是这2次射中目标其实都给曾诚带来很大的压力，都是来自乔纳森。又是恒大队的角球，目前来看啊，泰达队的更多的这种精力都放在了防守当中。在角球开出之前，吉勒特先提点一下禁区里面双方的队员，注意手上的动作。于汉超的角球开起来，在中路危险了，后门柱的位置塔利斯卡将球顶进了球网，比分变成了1-1，这也是塔利斯卡本赛季联赛的第16粒个人进球。看一下这个角球啊，前点好像是麦迪江蹭了一下，不是，注意点啊，刚开始盯着人的时候是谢维军，嗯，当时在球发到前点是后蹭的时候，谢维军只在看球，没有看移动的海斯卡的位置。我们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就被甩开了。曹阳现在在盯防的是郜林，所以上一次我们也在提到了关键区域关键人员的盯守的问题。比赛的38分钟，恒大队凭借这个角球由塔利斯卡完成了扳平比分的进球，目前的比分是1-1。这段时间的确啊，泰达队的进攻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组织起来了，恒大队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让恒大队的防守感受到巨大的压力。68-32的控球率的话，证明恒大还是在掌控比赛，但是在关键区域的时候还有一个进早时间，获得进球的时候是泰达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的时候泰达队进攻有所下降。是，而且这段时间恒大队的边路进攻也开始起势了啊，又是拉力脚弧线，这脚射门球速并不是很快，所以杜佳将球封出了底线。上场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恒大队的攻势如潮，于汉超内切之后的一脚弧线球，又是一个角球。停下来，直接选择打门，这脚射门应该是稍稍打高了，来自于徐昕。徐昕本身也是往日带过的球员啊，是当时也是在泰达青训里面踢球的。他是想搓一脚，其实这批青训当中的时候，场上的徐昕、郭浩还有彭瑞、周其明都是93-94年一段，虽然他们并非都全部来自天泰达，但是其他的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这些里边，像我刚刚提到天津的几名球员的时候，都是入选到国奥队来参加过上次的奥运会的决赛。这球保利尼奥的带球出现了失误，泰达队有反击的机会，乔纳森。到目前为止啊，泰达队这个赛季的联赛进球数啊已经有41个球了。我也看了一下最近几个赛季泰达队的一个联赛的进球数，这个进球数现在已经追平了2014年全赛季结束之后的一个进球数，已经是最近5年进球数的一个最高纪录了。如果这场比赛我们还能够进球的话，那也将会打破2014年创下的单赛季41个联赛进球的纪录。哦，这下有点拖沓了，塔利斯卡把球断了下来，分到中路。
再给啊！哎，这个球两个人传跑没有形成默契，队友已经向前插了，但球给到了身后。这脚传球，泰达队同样也是没有能够处理好。是，阿奇姆蒙呢，作为前腰位置呢，更多参与到防守当中。我们看，在他输送给乔纳森的时候，他要如果传出一个身后球，要让他乔纳森去追的话，难度更大一点。没错，两个人互换这种角色的话，效果可能更理想。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双方的这个传球次数和成功率的对比，也是相差比较悬殊的。对于泰达队来说，由于控球率低嘛，所以你的传球次数也必然会变得很低，但是成功率只有59%，这也确实有些低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就让你会直观的感觉到目前场上的形势啊，完全被恒大队所控制。没关系，现在这个结果的话，也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是。看得出来啊，恒大队的进攻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塔里斯卡的，无论是通过他的串联啊，还是通过他的带球突破，在他这一点上始终是最有威胁的。恒大队再拿到一个角球，上场比赛恒大队的角球次数已经不少了。这次给到中路，外围还是恒大队的控制，再给到塔利斯卡这边，泰达队想造越位。保利尼奥，保利尼奥拉开角度之后的打门，罚球区外，还是徐昕，脚下有点乱，但球还控制下来，再给到左路，低球送进去。泰达队这段时间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阵型被压得有点瘪。阿基姆彭速度。哇，对方这下也是手脚并用。我们看，我们现在都是面临着半解围的状况下，无意间找到了阿基姆。也都是阿基姆自己拼下来的结果。没错，这边助理裁判在给主裁判一些提示，邓涵文应该是有犯规的，因为从刚才这个全景的镜头来看，双方在拼抢的时候，邓涵文如果不犯规的话，其实他很难限制住阿基姆啊。来看一下，身位已经落后了，是，而且第一下抬脚过高，没错。然后手上也有动作，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刚才啊，注意到是助理裁判在给主裁判一些提点。吉勒特也执法了之前北京众和国安啊主场对阵上海上港的比赛，那场比赛上港客场1-0获胜。关于国安队比埃拉的那个进球，在被吉勒特吹掉之后，也影响了那场比赛的一个结果。其实从后来的这个慢镜头来看，那个球的判罚是有一些问题的。视频的助理裁判组是有一个人是主导的，没错，没问题吧？然后我们看现在镜头当中给我们的现在目前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激烈的一个探讨的一个，对，大家都在各抒己见，谁是主导？我觉得这是不是很关键，看看主裁判的判罚。红牌掏出来，直接罚下了徐昕，这就是我们之前介绍到的吗？看看到底是罚的谁？邓涵文啊，邓涵文。给的红牌，给的是邓涵文。恒大队连续2场比赛都有队员吃到红牌被罚下了，这张是直红，上一轮比赛冯潇霆是2黄变一红，所以刚才就说嘛，在非球点球的情况之下，关
看视频助理裁判，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要出红牌。看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然后不是，说实话，然后好像没什么特别，挺好的，就让他怎么发动。在上半场比赛的补时阶段，邓涵文被来自澳大利亚的主裁判吉勒特出示红牌罚下，这对泰达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但我们必须啊要客观公正的来说，这张红牌我本人好像军哥你也没太看明白吧？到底是因为哪个动作让邓涵文吃到这张红牌呢？抬脚过高的话，应该也不至于在这个位置吃到一张红牌吧？我注意到上半场开始到现在一共有三次的时候，在主裁判在通过自己耳麦，场外好像在通知他要关注视频这个情况。是，我们在想，泰达队在禁区内的有一次，恒大队在这边的时候，在禁区内的时候有一次。嗯。那么刚刚时候，邓涵文被罚下的时候有一次。所以我才问，这里边小组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主导还是两个主导？嗯。的骄傲，赛场上整齐的助威与呐喊，时代后的理解与包容，离子离毛离染离界，希望和南方的和南方的这些土壤就是那个了，你们要给他尊重，你们要去没错，体育第一其实不要相互尊威，使力得慢，让力不反，为你为己。恰一场赛的新鲜体验，一丈丝纶一寸钩的闲适潇洒，走进乡村，风光恰如心境，游钓金交体验回归初心，就让我们一起品尝原汁原味，游赏风土民情，垂钓幻异江湖，挑战别样人生，风和日丽正当时，再欢再笑何秋风。好的，欢迎各位再回到中场的演播室。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冠名播出的本赛季泰达队的中超直播，这是本赛季联赛的收官之战，泰达队做客天河挑战广州恒大淘宝。目前半场的比分是1-1，泰达队首先是由乔纳森在比赛的第七分钟取得梦幻开局，比赛的38分钟，塔利斯卡通过角球扳平比分。而在上半场比赛的补时阶段，主裁判吉勒特是通过视频助理裁判
的提点和建议，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了恒大队的右边后卫邓涵文。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上场比赛的精华片段。本板块由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特约播映。这就是上场比赛第七分钟，泰达队取得梦幻开局的进球，边路的传中球，直接乔纳森是迎球抽射。这脚球无论是持球的部位还是打门的难度，都是让人拍案称奇的。乔纳森这个球处理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没有做任何的调整，直接是打了一脚合力球。虽然这个球曾诚碰到了，但是球速太快。而38分钟，恒大队通过这个角球，由埋伏在后门柱位置的塔利斯卡轻松地将球点进了大门，这也是个人塔利斯卡本赛季的第16个联赛进球。在防守的时候，泰达队的防守出现了跟人不紧的情况，把人给跟丢了。在那段时间啊，泰达队的防守确实一直处在一个红色警报的状态，所以大门始终受到对方的冲击。我为各位来解释一下刚才那张红牌，因为我看到在我个人的微博当中有很多球迷都发来了他们的这个见解啊，认为说这个球给红牌是正确的，因为邓涵文是恒大队的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一旦阿西姆彭突过去的话有可能会形成单刀啊，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在这里我必须要为各位解读一下裁判法，因为最新的裁判法当中关于最后一名防守人是有一个附加补充规定的，就是要看你这名防守队员以及进攻队员持球的时候与球门的方向和距离，这也是主裁判来考虑最后一名防守队员是不是破坏了你一次明显的得分机会，还是一次明显的单刀或者说是有利的机会，这样一个判罚尺度的拿捏。当然我说的这些是法律条文上的规定，至于这个球他怎么认定，最后裁判法当中所有规则最后有一句以主裁判的判罚意志为准。所以他吉勒特在观看了视频助理裁判之后，他认为这个球可能是破坏了阿西姆彭一次明显的得分机会，如果是基于这个判罚标准的话，那这张红牌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基于我刚才提到的，在这个裁判法的明文规定当中，这个球其实我们看到距离球门的方向是斜方向的，距离球门的距离并没有很近，是超过25米以上的，所以即使这个球阿西姆彭过去的话也未见得能够直接产生进球，所以我们必须要公正公平地说这张红牌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址您的意见，您觉得这场比赛上半场在面对这样压力的情况之下泰达队这个表现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没错，而且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充分的贯彻其实就是防守反击，这种防守反击的时候呢，后防线前卫线两线各四个人加在一起是2线8个人的情况下的话呢，然后形成的解围来找阿奇姆彭。上场开场很早的时候呢，乔纳森就利用自己个人能力完成了这粒进球，让泰达队确立了领先的优势。在那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看到恒大队其实连续是非常松散的一个状况。松散同时呢，泰达队进攻有一段时间之内时候还是持续能给恒大的球门带来一些威胁，就包括乔纳森那脚外脚背的这种吊射，如果完成进球的话，2-0领先的局面的话呢，可能我们在赛前不敢想，但事实就是在10多分钟会发生了。对，那么在进入到上半场的后半段的时间段的时候呢，泰达队被恒大队的有所控制，而且阵型呢收缩的过于靠近自己的球门区了，所以这时候呢，对方利用了连续的定位球以及角球的威胁到泰达球门，1-1扳平这样比分。最后时间段的时候呢，能够有自己的泰达队的球员来利用到对手的防守的问题，完成了这粒的被对手罚下的话呢，也是给自己下半场呢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阶段。没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场比赛要结果，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大家看过之后各自心里有数。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稍微的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来看一看这场保级战的下半场的情况。
娃哈哈苏打水，三元平衡，我的健康主张，娃哈哈苏打水。在的新鲜体验，一丈丝纶一寸钩的闲适潇洒，走进乡村，风光恰如心境，游钓金郊，体验回归初心。就让我们一起品尝原汁原味，游赏风土民情，垂钓幻异江湖，挑战别样人生。风和日丽正当时，再欢再笑何秋风。各位继续跟随转播镜头一起再回到天河体育场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由中华老字号灯塔独料冠名播出的本赛季泰达队的赛事直播。这是本赛季联赛的收官之战，天津泰达队做客天河挑战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淘宝。这场比赛也是事关泰达队以及其他一些球队的保级最终的命运。目前的这个比分呢，让泰达队还是能够确保啊留在下赛季的中超。而目前在其他场次的情况来看呢，大连一方主场领先长春亚泰，也让自己的保级形势变得非常光明。所以目前来看，重庆和长春的形势啊是最为危险的。当然目前联赛最后一轮只是半场战罢，在全场比赛的结束哨吹响之前，一切都还有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裁判的一声哨响，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两支球队交换场地，一边再战。王军导和银珠继续为各位送上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关于上场比赛那张红牌啊，我想我在主场休息演播室的环节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在联赛结束之后，如果你有兴趣购买一本新赛季最新的裁判法大纲，在任何一件事情做评判之前，你首先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来作为指导，而不是妄加定义和揣测，那样的话会让自己啊其实是彰显出的是无知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买一本足球比赛的裁判大纲来看一看，其实每一个规定底下它是很多不同的细则啊来解释这个规定。这张黄牌没问题啊，张金鹏早就该吃牌了，因为上半场比赛他的几个铲球的动作都很大。但我之前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就是这个主裁判吉勒特其实判罚尺度是有点松的，而且我觉得以这种走势的情况的话，张林鹏第二张黄牌马上就到了。上半场之后也是在逼抢的过程当中，在禁区前沿的那个动作足以给到一张红牌。对，现在的这个场上形势啊，对特拉队来说是非常的有利。虽然恒大队的实力占优，但是他们现在少打一人的话，其实场上的局面就很难讲了。有一点阿奇里要注意，他现在目前情况，恒大的球员有点要对他下脚，好几个人都是在看到阿奇里自己拿球的时候，就是脚有上撩的动作。这个裁判问题啊，我记得在去年的年底，我们所有的电视台的解说同行大家一起去足协啊开了一个会，就听国际级的裁判员傅明给我们来讲解裁判法的一些最新的精神解读。那次听课让我受益匪浅啊，在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所有人对足球场上的一些规则的理解是完全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直伴随我们到现在。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裁判的这个裁判法的大纲当中，就从来没有禁区这个词。傅明先生就说，我也不知道这禁区这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正确的译法只有一个，叫罚球区。我们所谓的小禁区也没有这个说法，正确的译名只有一个，叫球门区。看这次在球门区里面，哇，这个球乔纳森有没有越位，慢镜头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后排擦伤。但这个球传跑的时机啊已经拿捏得非常准确了，慢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有越位的嫌疑啊，探出了有可能是半个身位，镜头也一直没有给到边裁啊。因为手臂不算是有效部位，因为你手臂是不能触球的，但是躯干可是有效部位，所以刚才这个球从半镜头来看，乔纳森的躯干有些突出，但是这个球反正也没进。刚刚你介绍的这个对于裁判法里边的时候，对所谓的罚球区也好的这些认定，和在教练团队当中从小灌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所以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事儿啊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所以更有一个关键点，我们需要的是所有方面足球场内发生的东西的统一。对，所以裁判法不仅裁判要学，球员教练都要学才行。裁判同样，他妈的又开始卡了。
哈里斯卡。虽然恒大现在是少打一人啊，但是他们队员的这种个人能力依然是非常超强的，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小心。谢伟军，郜林回撤的位置很深啊。而现在这种情况呢，对于今天的两个边后卫，尤其是第一次比赛的周其明来说，也是一个利好，他的压力就不会像之前那样的大了。其实也会把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才能啊，有机会展现出来。是，很可惜啊，一个赛季只有这一场比赛。是，24岁的年龄。嗯。内间的机会，选择一脚远射，这脚射门没有能够打成目标。来自麦提，这是他最擅长得分的一个区域，而且又是左脚啊，理应能够打正门框。是，这脚射门还是没有能够打成部位。而且我们看边路的左边后卫彭瑞已经高速从边侧时候逃边下，给他两个机会，两个选择吧，一个是远射，还有一个是分边的时候形成边路的。这个解围球郜林拿了下来，塔利斯卡，他也是一个左脚踢球为主的球员啊，也是尽量要把球导到他自己的左脚位。又是恒大队的角球，于汉超的角球开起来，这个球边裁已经举齐了，球在空中啊，已经出了底线。第二批国足的集训名单已经下来了，嗯，这次泰达征召的有4名球员，所以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也就是赛季结束之后马上要开始国操的一个集训。是的，所以关于整个目前的一个足球的改革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里面既涉及到了底层的青少年的一些改革，也涉及到了目前啊金字塔顶端顶级联赛的一些改革。所以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提到了下赛季的中超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最简单来说是有多少个队参加，目前也是个未知数。乔纳森的比赛态度依然是非常的积极啊，所以你看恒大现在虽然是10打11啊，但是他的攻势依然不减，泰达队要抓这样的反击机会，传球还是
再提点，千万不要认为少打一人的恒大就没有进球的能力。刚才郜林的这脚传球啊，落点极佳，而且是绕到了我们防守队员的身后，我们的防守人也没有留意到身后于汉超的这个跑位。把球轻敲到门前的时候，阿兰几乎面对的是个空门。无论如何，下个赛季无论在个体、小组还整体方面，泰达队防守还得多多加油。嗯，我们现在在上半赛季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在一直在强调泰达队防守做得好，防守做得好。其实我们是整体人员人数在本方半场内人数较多，依靠人数来做好这个防守。是，但是我们看这些细节关键点啊，今天刚刚丢两个球的时候，全部是看球不看人。没错，而且目前泰达队的丢球数啊已经来到了51个，这已经超过了去年的丢球数。上个赛季的30个比赛，泰达队丢了49个球。所以现在这场比赛的一个及时的比分，一定也会在第一时间传到大连一方和长春亚泰的那场比赛的队员们的耳中啊。泰达队现在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还是要在剩余的时间当中继续想方设法的去来进球，因为毕竟目前的形势还是对我们有利的。没错，而且人数上我们也占优。没错，阿兰也打进了他个人本赛季联赛的12个进球，而于汉超则送出了他在联赛。第10个。塔雷斯卡再给，哇，这几个队员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都是巴西帮，同样都是不停球的一脚处理。虽然每一脚传球你都感觉有可能会出失误，但是威胁始终都在。保林奥穿裆张杰这下开始，再回溯再到塔雷斯卡联系阿兰一脚球，这种协调有配合需要提高的东西真的很多。是，远端哈里斯卡再给过顶，找到了于汉超，郜林还是这样的套路。你说现在我们的防守啊，一定要对对方有可能接球的球员要做好贴身的盯防。其实恒大现在在布置这防守的时候呢，相对也比较松散。嗯，我们现在关键是一点是，我们在禁区中路这边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来形成渗透，或者再次给赵英杰创造这样的远射的机会？嗯，马立江左路的传中，还是泰达队的进攻。比赛踢了将近1个小时了，泰达队现在比分落后，而且丢球发生在对方被罚下队员之后，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进攻啊，来压制对手目前比较高涨的士气。场边这个时候，泰达队做换人，换上李元一，撤下彭瑞。看来马继江还是要给回到左边后卫的位置。嗯。小球开前点，第一点是郜林争到了，二点球再端回去，恒大队的头球解围并没有顶远，看看这次机会。其实目前来看，恒大队在罚球区里面的防守啊，也并不是固若金汤。是，
但是我们在之前我们聊过一点，恒大的防空能力还是很强。对，角球方面，恒大队已经拿到了六个，泰达队有过四次的机会。以目前的这个比分来看呢，泰达队现在即使是目前这个比分结束的话，也会保级啊，因为另外一场比赛一方是领先着长春亚泰。但是毕竟现在比赛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而且上场比赛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比赛的中场哨音不太有可能会同时吹响，所以千万不要把命运掌控在别人的手中。其实我们看恒大线目前防线上基本在后卫线，他现在是留着是三个人，保利尼奥，塔利斯卡，这个球如果让他领进去的话就很危险。在我们现在对对方的后场的持球球员时候，也应该我觉得给的压力更大一点。状态是泰达队啊来围攻恒大队，当然这种阵地战的进攻对泰达队来说难度也很大，因为对方现在也是全体的回收。我们的球一般都只能到边路，通过边路的传中在中路里边的时候来形成威胁，而我们看在上半场同样的阶段的时候，恒大队全部是在中路来完成。没错，这是取决于队员脚下的这种技术能力。没错，首先我们先完成今年的保级任务，其次来讲的话，细化一下自己技战打法和个人能力的提升。这是目前的一个积分榜的即时形势啊。由于另外一场比赛一方还在领先亚太，所以目前降级的球队是亚太和贵州。当然，如果那场比赛一旦亚太扳平比分的话，那么泰达队就要重新回到降级区了。以目前这个比分的话，所以我们还是得要进球才可以。没错，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其实正是泰达队说尽快完成扳平最好的时间。如果再往后拖大一点的话，有一些改变其实对泰达是不是很有利的。没错，恒大看似慢慢倒脚不急不躁的，但是突然之间发力向前进行的时候，有时候是挺可怕的。塔利斯卡刚才自己这次漫不经心的处理球也出现失误，阿基姆彭直接走外线向里抹，最后这一步趟的还是有点大。哦，另外一场比赛有好消息传来，大连一方2-0领先了长春亚泰。边看小谢是不是出现的一点状况、啊、对，刚刚李学鹏的长传打到谢跃军头上，是被闷了一下。谢跃军这个赛季虽然进球数只有两个，但这两个进球为球队带回了六分。还有一点我们看在今年我们现在目前的97年段的踢丁克的国奥名单当中，谢跃军是通过引进来完成的。
记住的国字号，来填补了我们自己在这个年龄段里边的时候球员的一些空白。然后后边我们在想，谢维军同时呢也是通过在泰达队的这里边成长和历练的话呢，也给国字号一个启示，他最适合的位置可能在中路，在锋线，但是在边前卫当中的时候，在后续的几场关键比赛当中，泰达队一样也在给他机会，所以在国字号的队伍当中的时候，多面手的球员是任何一个主教练都非常需要。没错，我之前也看到过一篇文章啊，也是在啊卡拉斯科进球了啊，也是在预测说未来十年世界足球的一个走势啊和发展潮流，其中就一点提到了刚才王指说的这点，就是队员的这个位置界定啊可能是越来越模糊，是可能以后就会有一个新的位置叫做边锋位，现在原来有这个边后卫，现在叫边翼卫，可能以后会有一个这个新的名词叫边锋卫，你也分不出他到底是前锋还是后卫，反正防守也能看见他，进攻也有他，位置属性越来越模糊，这可能是21世纪下一个十年啊足球发展的时候的一个潮流的方向。是，所以我们都讲创新，其实在创新的部分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其实它还是在于足球场内会发生的几个原则和规律的基础之上，在挑战自己个人的潜能的最大化。我们在想吉格斯在曾经效力曼联的时候，有时候他自己每周的话会单独训练，为什么？因为他往返自己在边路这条线上往返这种所有奔跑这种距离和所付出的这些训练的时候，教练觉得他需要调整，不需要再练上，因为现在科技手段的进步啊也是日新月异，这样的一种状况也肯定会渗透到足球这项运动当中来，所以现在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在辅助，说不定未来十年科技手段将会更加的渗透到足球这个项目当中来，球员的每一个身体指标和技能都会得到更科学更合理的这种评判，也会让比赛变得更加的快速。那篇文章里甚至提到，有可能未来十年裁判就要失业了，因为以现在来看，像鹰眼技术啊、视频助理裁判啊、门线技术啊，都是这种借助高科技手段来完成的，而且它还可以减少判罚的失误率，所以也许啊，到了2030年的时候，裁判就无事可做，球场上会被所有的鹰眼系统所覆盖，每一个犯规都不会被落下。其实但也有一点啊，就是说犯规怎么界定的问题啊。其实我有时在想，所有的电子科技的手段的时候，都是辅助提高我们的生活，人才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星球当中的时候，难道不是很多人来决定一些事情？刚才镜头也给到了看台上的里皮，他也要在联赛之后啊，继续来组织国脚集训，备战明年年初的阿联酋亚洲杯了，这也是里皮先生作为中国队主教练可能是最后的一届大赛了。边路做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塔利斯卡再传到中路，这个球队友没有及时的向前包抄，这段时间我觉得泰达队体能受到很大挑战，整体你看统一性的逼抢出现的很少。对，虽然下半场比赛庞大队一直都是10打11，但是场面上感觉泰达队比对手要被动很多。这边主裁判吉勒特向曹阳出示了一张黄牌，曹阳有一个故意伸手去阻挡皮球的动作。这个位置塔利斯卡难道要直接打门吗？
35米开外。帕里斯卡果然选择了直接射门，这球脚头是够硬，但是质量打得很差。18场比赛进16个球啊，作为一个攻击手来说，这个效率已经是非常恐怖。是。再来看一下刚才郜林的这脚精妙的传球，也是策应了球队的这次进球。于汉超的这脚球处理的也很轻巧。场边这个时候郜林被换下，这也是今天广州恒大淘宝他们的第一次换人，换上了郑文。泰达队的一次好机会，但是球还是滑门而出。还是来自边路的传中球，小谢在前点甩头的攻门，一次犀牛望月，球是稍稍顶偏。谢维军的这种信心呢，也是通过这一个赛季的锻炼变得越来越强。是，其实多多面对恒大、上港、国安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我相信他成长得更快。对，其实说明一名中锋的球员的话，其实他身体里边的时候，尤其在力量这里边的时候，还要多多加强。嗯，好，这个时候泰达队要换上辽博超，撤下周其明，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做一个对位的调整。看看这次乔纳森想把球领进去啊，但是在背后对方的防守队员一直对他有干扰。张琳芃又向边裁表达自己的不满，主裁判过去用言语来提点他不要侵犯裁判员的权威，再说他现在身上已经背着一张牌了。是，这个球评从边裁咆哮有什么道理吗？角球给到后点机会，哇，太可惜了，这个球没有顶到，还是谢维军。是，如果这个球能够顶到的话，应该是必进的，因为曾诚已经在前门柱的位置，后面的半个球门是空的。是，老帅也是非常着急啊。嗯，这个点罚得不错啊，很可惜啊，小谢这球部位没有蹭实。小谢这下也晃了曹阳一下，是，否则呢，曹阳也能够完成每赛季都有进球。对，其实这也是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广大球迷的一个愿望，一个看点啊。刚才在罚球区里面的争抢，双方也是人仰马翻，这边恒大队队员有受伤的情况。最后一个换人要换上邱天一，连续的在这个阶段进行人员的调整，撤下了巴斯蒂安斯，是吗？看看。刚才巴斯是跑过去了，不会吧？换下曹阳了，也不太像。但曹阳刚才也是一瘸一拐的走到场边，看来是不是大腿给顶了一下啊？要是上邱天一不换这两个中卫的话，是不是要打这个三中卫的阵型？再来看一下刚才啊罚球区里面的情况，是张成林和巴斯蒂安斯两个人之间有身体接触，这种情况 VAR 为什么没有提示？对，其实这球是一个明显的犯规，就张成林在巴斯准备向前去迎球包抄的时候，手上有一个明显的拉拽动作。
看来不能坚持了。对，是换的曹阳。双方的场上队长都已经被换了下去。所以开赛之前我们也提到广州天气的问题啊。嗯。机会为什么不往里领？嗯。现在张成林啊还站在场边，恒大队现在场上等于说是九个队员。外围赵英杰一脚低射，有变向机会打门，曾诚将球扑了出来。这个球应该特拉队是没有越位的，折线弹到我们队员脚下的时候，恒大队有防守人拖在了最后，但很可惜这脚近距离的打门没有能够推出一个角度，打得太正，必须得抓住这一段恒大队防线有点乱的这个过程啊，尽快完成进球。这个球就是张琳芃啊拖在了最后，所以的话根本没越位，但很可惜这么好的得分机会我们还是浪费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78分钟左右，在曹阳下场之后，队长秀彪交给了麦提。点不错，这一下还是没能够争到。恒大队的反击，保利尼奥把球再向前给郑龙，一脚斜传，再做回给塔雷斯卡，再给到阿兰，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是行云流水，连续的假动作。这个球阿兰没有传好，但你看恒大队的反击，他们只需要3到4名队员就可以掀起波澜。郑龙的转移，边路的阿兰的回敲，再到推给边路，每一下的时候呢都是恰到好处。所以我觉得技术的功底决定了你战术的运用。尽管恒大这个赛季失去了冠军，但是他现在目前这些球员的话，依然是中国足坛最棒的球员。没错。边路四中对角再传，前点一漏，中路没能够完成打门。又是赵英杰观察球门，直接发炮，这脚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来看一下其他场次的比分情况，目前大连一方还是2-0领先长春亚泰，比赛也是踢到了77分钟左右。重庆斯威还是客场落后贵州恒丰，恒大队的机会，保利尼奥往里领，还要再控，再回敲，跟上再打门，庖丁解牛一般的进球，阿兰赛季的第13个进球，比分变成了3-1。分钟的情况，有些东西是会发生。没错，在领先一人的大好局面之下，泰达队被对手完成了3球的逆转。现在另外一场比赛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这场比赛的比分。虽然啊，现在长春亚泰是2球落后，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足球场上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一个进球只需要10秒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球，我们的防守队员在禁区里人很多，但大家都像木桩一样站在原地，没有人对恒大队的持球人和有可能接球的阿兰做有效的防守，像是阿兰身旁最近的观众一样，在目视着对方将皮球送进我们的球网。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实话讲，主动权已经
慢慢的开始不在我们的手中了。我们要寄希望于另外一场比赛不要出现对我们不利的结果。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段时间的时候，不知道是体重因素还是气温的这种情况，队员们现在整体的这种精神的状态就不像在开赛时候上半场开场阶段那个状态。没错，应该说上下半场感觉泰达队是判若两队啊，上半场踢的是非常的惬意，也踢得非常的兴奋，但是到了下半场领先一个人反而不会踢了。这个时候场边广州恒大淘宝队要连续的做出两个换人啊，连续的再做出一个换人，阿兰本场比赛是梅开二度，接受全场观众的掌声。场边顶替阿兰的应该是58号王进泽，这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小将。替补登场的王进泽19岁，也是本次赛季第一次出场亮相。这边泰达队再次出现了防守犯规，郭浩又吃了一张黄牌，在防守塔利斯卡特的后卫，这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裁判真要是尺度严的话给红牌你也没话讲了，因为你有一个亮靴底儿拿脚向下踩踏的这么一个动作，这种动作其实也会看主裁判自己的这种认定。塔里斯卡这个位置还是他的得分区，塔里斯卡的任意球，哎呦扑了出来，再有补射，球又进了。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从目前恒大队队员的表情来看，好像进球是有效的，比分已经变成了4-1。比赛的84分钟，恒大队再入一球。郑龙打进了个人联赛的2个进球。慢镜头再来看一下，哦，这个球是没有问题的。进球确实有效，塔里斯卡罚的时候比较刁钻，其次我们再看在他准备触球的一瞬间的时候，郑龙就做好了包抄的准备。对，而我们除人墙以外的人的时候，对于第二下的话，像不像上一场在对阵的客场对阵重庆的比赛当中的时候，那一粒反越位造越位出来之后，只有曹阳和谭望松两个老将在回防。对对对，实在搞不太清楚啊，泰达队在多打一人如此有利的局面之下，为什么会出现下半场的崩盘？现在坦率说啊，命运已经完全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但好在啊，目前那场比赛的比分还是2-0。这个时候恒大队做最后一个换人，要换上邹正，看看是不是要换一下刚才出现受伤状况的张林鹏。张林鹏是出现一些拉伤的情况啊。
比赛已经踢到了86分钟，这场比赛目前的这个比分已经可以说没有什么胜负的悬念了。这场比赛泰达队输掉的话，将会是对对手的9连败。当然今天比赛当中是有一个进球的，连续的过人之后的一脚低射，门将曾诚用膝盖把球挡了出来。李元一今天也是面对救主啊。是，为什么这样的进攻在刚刚的阶段的时候突然有一段时间短路了？赵英杰把球再传进到罚球区，好机会，打门，打在立柱上再弹回。泰达队的运气也是确实太差。是，而且刚刚廖波超的这种包抄的时候，守门员是不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泰达队已经是赛季第13次将球打在对方的门框上，裁判这个球没吹犯规，恒大队的反击。而现在恒大队投入反击的兵力也不多了，只有4个人，前场现在是一个3打4的局面。卡里斯卡球也没有传好，感觉大家现在都有一些意兴阑珊了。阿金武鹏，小谢故意的一漏，没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边恒大队还是手转攻，但现在进攻的兵力已经严重不足了。一方面人数本身就少，现在比分又是4比1领先，队员们也不是特别的积极。是。这最后一轮联赛踢得还挺热闹。算上这场比赛，今天联赛里这8场球已经有4张红牌了。江苏对河南那场比赛，河南建业队有2名队员被红牌罚下，而申花对鲁能，申花队也有队员被红牌罚下。目前的8场比赛，没有一支客队啊能够处于比分的领先，都是主队一个非胜即平的格局。这是在干嘛？好像是都在跟着对手在散步啊。这边已经踢了89分钟的时间了，而大连一方和长春亚泰的比赛时间是87分钟左右。那场比赛的比分目前还是2比0。亚泰队啊，少了这伊哈洛，确实对他们影响太大。对，虽然大连没有穆谢奎，但是他卡拉斯科、盖坦，包括里亚斯科斯，这战斗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减损。只不过可能战术打法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对于亚太队来说，没有伊哈洛确实等于缺少了半壁江山。注意场下一个细微的镜头啊。老帅在问中方的教练对面的比分是多少。对，本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如果目前所有的比赛都是以这个
现在的比分完结的话，那么长春亚泰队将会因为和重庆斯威、天津泰达三个队之间比较小分，处于劣势而降级。泰达队在和重庆和长春的各两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一胜两平一负的成绩，而亚泰队的成绩是一胜一平两负。重庆是两胜一平一负啊，所以在计算小分的时候，亚泰队是分数最低的。后场恒大队又是一脚长传找到塔利斯卡，后防线上泰达队现在非常空，这边又出现了巨大空档，再推射5-1。刚刚登场的19岁小将王进泽为恒大队破门得分，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站在中超的赛场上就取得了进球，相信会给这名19岁的小将在人生当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所以他进球以后已经是喜极而泣了，哭了出来，可以理解，我们能够想象，我们需要感同身受的去处在这名队员的心境之下，考虑一下这个进球对他的成长意味着什么，所以他特别特别的感谢塔利斯卡。比赛的92分钟，19岁小将王进泽的进球让比分变成了5-1。对方的反击也是非常的犀利，踢到了塔利斯卡脚下的时候，有自己的射门，也有给队友的球。这就是一名高水平的外援给球队带来的作用和贡献。其实这个进球不仅仅是帮助球队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他可能会在这名19岁小将王进泽的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年的某一天，这颗小苗就会发育茁壮，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所以这也是塔利斯卡带给他的一个贡献。身边这些大牌球员实力能提高的话，对他们的位置提升，其实就是一个现场的教训。没错，现在已经有比赛结束了啊，江苏苏宁和河南建业的比赛结束，北京人和苏力的比赛结束，上海申花和鲁能的比赛结束，这些比赛都不涉及保级，而目前与保级有关的比赛还没有结束，这边补时的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在我们最关心的一场比赛当中，大连一方和长春亚泰目前的比分还是2-0。这个时候恒大和泰达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广州恒大淘宝队不可思议的在10-11的情况之下，下半场比赛连入4球，他们最终是5-1战胜了天津泰达队，也取得了坎德瓦罗在赛前立下的一个目标，刷新了球队单赛季的进球数记录。恒大队这个赛季的进球数是82球，而泰达队进球数是41个，丢球数则是达到了54个，也是最近几个赛季丢球数最多的一年了。另外一场比赛已经结束，大连一方2-0战胜了长春亚泰，这样的话泰达队虽然这场比赛遭遇了一场败仗，依然能够留在中超，亚泰和贵州恒丰将会降入到下赛季的中甲联赛，如果来年没有什么政策上巨大变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格局。百年历史传承，涂料工艺匠心精神，打造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科技创新，诚信经营。天津的灯塔，民族的灯塔，中国民族涂料工业的骄傲。乡村景的风清雨雅，农家菜的鲜嫩爽滑，一道关卡一场赛的新鲜体验，一丈丝纶一寸钩的闲适潇洒。走进乡村，风光恰如心境，游钓金交，体验回归初心。就让我们一起品尝原汁原味，游赏风土民情，垂钓幻逸江湖，挑战别样人生，
风和日丽正当时，再欢再笑何秋风。好了，欢迎各位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天视体育正在为您带来的由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冠名播出的泰达队赛事的直播。联赛的大幕已经完全的落下，泰达队其实这场比赛的发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其实天津泰达队是踢了半场好球，但是在比对手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我们居然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大崩盘，最终是1-5在客场负于了广州恒大淘宝。但好在长春亚泰和大连一方的比赛分出了胜负，大连一方队凭借着里亚斯科斯和卡拉斯科的进球2-0战胜了长春亚泰。这样的话呢，泰达队、长春队和重庆斯威队是三队同积32分，但因为比较三支球队的胜负关系，泰达队是小分5分，重庆队是7分，亚泰队是4分，所以亚泰队最终是降入到了下赛季的中甲联赛。所以刚才在进广告的时候和军哥还在聊，真没想到一个赛季泰达队最重要的进球是哪一个呢？实际上是主场打亚泰队，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阿奇姆彭的那脚绝平球。如果那场比赛最终是2-3失利的话，那么降级的将会是天津泰达队了。所以没想到啊，那个进球成为了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一粒金球。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全场比赛的一个精华的片段。本板块由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特约播映。下半场比赛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恒大队居然是爆发出了让人啧舌的战斗力，当然这也和泰达队在防守当中出现的诸多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汉超送上的一次保姆式的助攻，帮助空门位置的阿兰将球推进了球网。其实即使当时比分变成1-2的时候，我们也还有机会去扳平，是，但是后面的比赛过程确实啊，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泰达队好像完全被捆住了手脚一样。包括说这个进球，对手实际上在这个发生区域当中只有2个人，我们的4名队员都像是木桩一样站在原地观看着这次进攻到进球的发生。这个时候呢，比赛其实已经踢到了80分钟，但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恒大队没有收手，他们又是2次洞穿了泰达队的球门，这是第4个进球。卡雷斯卡的那一球，杜佳虽然扑到，但打在立柱上弹回以后，郑龙跟进补射空门得手。而比赛的最后时刻，卡雷斯卡又完成了一次助攻，帮助替补登场、第一次站在中超赛场上的小将王进泽破门得分。进球以后，小家伙也是哭了出来，喜极而泣。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的过程来看，泰达队虽然这个赛季是惊险的保级成功，而且可以说是最近几个赛季最惊险的一次，因为我们需要连闯3关，虽然这一关没有闯过去，但好在大连帮助我们度过了这一关啊，所以可能泰达球迷也要感谢一下大连一方吧。虽然上一场比赛我们在主场是战胜了对手，当然通过这场比赛来看，球队有太多需要去总结的这种地方，而通过这一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其实球队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开低走，因为在世界杯的间歇期之前，其实泰达队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甚至一度可以排在积分榜第6名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在世界杯的间歇期过后，球队的成绩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那王志，你觉得为什么球队会在这个间歇期的前后有如此巨大的成绩上的这种差异呢？我觉得间歇期之前的话呢，泰达队的成绩贴近了进军亚冠区了，然后在间歇期期间的时候，在训练方面、在调整方面、在技战术大法磨合和创新改变方面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计划，不得而知。但是从赛季重新开赛之后所展现的这种状态来讲的话，队员是起伏比较大，尤其到后半段的时候，队员就进入了一个下降的通道，有11轮不胜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赛季结束了，泰达队留在了中超，继续和天津权健为
天津这个城市带来两支中超的顶级联赛球队。嗯，我们也在下个赛季的时候同样还能看到天津的德比。希望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球队也有很多方面的时候能积极的做一些总结，能够更好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时候展现给球迷，展现给很多的观众，还有喜欢的球迷。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在升华我们自己球队同时的时候，在引进的球员和剥离自己的球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详尽的计划，因为毕竟是球队的建设非常重要。所以刚才王指提到的这一点来说呢，也是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赛季结束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啊，这个赛季的初期，因为今年是泰达俱乐部成立20周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赛季之前俱乐部也是喊出了口号，希望今年能够换一种活法，但是没想到啊，差一点出现降级的情况。而且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我们在人员的引进和转出方面有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转出方面，有太多的球员都离开了球队，这里面有很多的极战力的球员，比如说像王秋明、像聂涛、像胡人天、像周通等等，这些队员都离开了球队，一下子让球队的这种板凳厚度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样的一种隐患在这个赛季的末期就非常明显的暴露或者说凸显了出来。我们在后面的这几场比赛，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是在东拼西补，都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在很多位置上都不能够派出自己最想派出的球员，所以这一点上来说也是需要俱乐部在来年征战中超联赛的时候需要真的要好好总结的教训。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球员能够应对一个赛季漫长的这个比赛。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微信，我们再和球迷朋友们做一个互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朋友应该叫戏路很宽啊，他说虽然这场比赛泰达是大比分负于了恒大，但还是通过大连主场获得的这个客观条件使球队能够重新保级啊。总结这个赛季泰达队应该说表现吧还算是可圈可点，由于状态的不稳定下滑严重啊，使保级的困难不小。泰达队在这个赛季之后应该要总结教训，下赛季呢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他说客场输给恒大，我们取得了梦幻开局啊，开场闪电进球使我们早早确立了领先优势，而后的18分钟泰达更是打出了巴萨的感觉，但随后啊随着我们被扳平，那么球员呢逐渐陷入到了松懈，在恒大被罚下一人，我们占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虽然啊没能降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下赛季的泰达能够换个活法，让保级这个概念远离天津啊。这是两位球迷朋友们发来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啊，应该说虽然球队是保级成功了，可是可能现在很多球迷和我和王指的这感受一样，我们无法高兴起来，因为单说这一场比赛来说，我们在多打一轮的情况之下，最终还是经历了一场1-5的这个溃败，再到整个赛季的这样一种走势，可能大家的心里都不是特别的清爽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对队长曹阳的一个采访。很开心，很放松。然后首先今天恭喜恒大队取得比赛胜利，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恒大队在下半场少一人的情况下也能打出这种如此高效的进攻和这种场面，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和对手之间的差距。其次我想我们很想尽快的保级，但是无奈拖到最后一轮，但是我想最后的结果是很好的。当然我们希望以后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希望能够早一些保级。其实从场上这个局势来看，开场阶段我们踢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是保持一个首先是领先进球，但是后来还是被恒大去反超了，就是没有以一个比较完美的方式保级，是不是还是有些遗憾？确实大家也能看到对手的这种实力和外援的能力，在这种全国来讲是非常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队来讲，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靠我们这支队伍，大家团结在一起，把比赛每一场比赛每一分钟都拼下来。这个外界可能在赛前有很多跟恒大施压，但是从比赛来看，恒大还是非常的就捍卫了自己的这种荣誉吧，我们也是非常拼尽全力去为自己而努力吧，是不是从这场比赛还是可以看出？对，我们很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比赛就是这样，对手有
机会把握住了，我们有机会没有把握住。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保级了吧，也是希望来年恒大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来年我们队能够重整旗鼓，打出一个好的赛季。好的，那么刚才呢看到了队长曹阳啊这个接受的采访。曹阳今年已经是37岁了，明年呢他的年龄还会再长一岁，到了38岁。当然我们希望他的这个运动寿命长青，但是客观来讲，在这样一个年龄段，如果还要成为一支球队的主力，这也说明球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不断的新鲜血液能够顶上来，能够填补球队的这样的一种空缺。王指，最后你觉得如果我们展望一下下个赛季，你觉得球队在哪些方面是需要切实来去马上提高的？这个赛季结束了，下个赛季的时候呢，据闻是在3月初就要开赛。嗯，那么这期间又有国字号的现在这么多的这个集训，下赛季的人员的一种储备方面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强的点非常多，两个边翼，两个边路的时候，这个球员，尤其不论是边前卫还是边后卫，都是同等。还有我们下赛季外援是否更换，更换在哪个位置上，哪个点上？下赛季里边的一些新政的出台是在什么时间段出台？U23的政策是否还会继续延续？都是在有很全面的一个考量。然后其次内部队当中的时候，老帅的合约的问题，还有下赛季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推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打法？你要补强在哪些方面之后，哪些个人员来完成你的技战术打法？这都是一样的。通过今夏的世界杯，我们来看到防守反击打法和控球打法的结合，可能会主宰未来2到3年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赛季泰达队在上半赛季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是防守反击，那下个赛季里是不是能把这种控球来融合？我们希望下个赛季的泰达展现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没错，所以我们度过了这样一个让人们觉得不是特别开心的一个赛季之后，希望球队能够好好总结这个赛季的得与失，在后面的比赛，在下赛季的比赛真正的换一种活法。好了，最后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一下中华老字号灯塔涂料对这个赛季泰达队转播的支持，也要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们一个赛季对天使体育泰达队赛事转播的支持，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收看，也感谢王军指导一个赛季以来我们解说工作的这样的一种配合，也感谢所有的球迷。好了，那么咱们这个赛季的所有比赛到这里就全部落下帷幕了，咱们下个赛季的中超赛事的直播再会，拜拜拜拜大伙啊，再会见。我操，我他妈是不是把那麦给关了。